unmanned monthly. Okay. Okay, first question. Why is this photo important to you? Why is it important to you? 非常的冷，然后就只能体会不到真的很热，看起来很热，但是真的冷到不行，脚都在抖。这个地方是在哪里？上海。上海哦，冬天的时候。对，冷不行，然后还穿的很少，就看着这个，就感觉很温暖，所以我觉得很辛苦，拍的时候。 因为拍这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经过一天的拍摄，然后晚上再去上海的黄浦江江边，然后我们挂了很多灯笼，然后就像想模拟夏季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其实是冬天，然后因为我们穿的短袖和浴衣真的是冻得就完全受不了话，然后。 然后，这次大概是几月？三月，二月三月的时候。二月大概就是一度，对，差不多，超冷。然后你们就穿这短袖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很久没用过一次，然后很希望能多拍一点想要拍的东西，然后但拍的超开心，因为我们很喜欢这部漫画。 也很开心，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这一套。哇，OK，你看这个照片是有点像马自立的一个气氛，对吧？说今天我们在那个澳洲市区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post看过演唱会。我们在想要不要晚上穿衣去晚上的演唱会。哇，OK，想必粉丝们都蛮期待的啦。 OK， 最后一个问题，叔，你们拍一个这样子的照片之前，会跟那个摄影师有什么特别的商量，还是准备？因为这一次我们拍摄的摄影是一个女摄影，然后她本身就有很多想法，然后我们其实从11月开始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跟她网上聊我们要怎么拍，我们要准备哪些道具，然后我们要。 想要一个怎样的构图？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是在家，也不在上海，我们去上海的时候，带了一个28寸的箱，专门装花和灯笼，还有对拍照用的东西就超夸张。但是真的拍的超开心，因为跟他合作，有很多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，可以能够实现。 OK， 想必坐在前面的粉丝们也是有很多想法。OK， 啊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OK， 说。